你想要要弄死弄死他老爸，他不想弄他。那个儿子很坏，我跟你讲。对呀、啊，他专门去死啊，专门弄他老爸，求求往他老爸身上招黑。老板，你在他面前。他就想说，老爸随便弄就死，不用抓。他都是这样子，这样子讲的。这我就说，要跟他儿子拼拼拼。那你不杀不杀你还是没有办法。哎，球场不管这些，球场的音乐，哎，好，开始为止。过来了。约好了，约好了。
球。前面输太多了。